平时训练的量比较大，然后强度比较高，然后我们有绝对的信心能赢过他们。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包括我们保障组的教练组的我们队员，然后大家都竭尽的你可以依附，然后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做到了最好。在障碍上是一个很强势的项目上，我们对说技术的话是互相我们没有问题。首先我是一名军人，其次再是一名运动员嘛，或者是有了强大军队作为我们的背景支撑，才有了我们现在很好的体育事业。有了强大的祖国，才会有强大的体育事业的发展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是一个团队。